随着确诊病例不断飙升，医疗体系也出现压力，一些州属的加护病床使用率不断上升，柔佛的情况最严重。截至目前，柔佛州内医院的加护病床整体使用率高达70%，是全国最高。根据卫生总监丹斯诺西山发布的数据，不论是加护病房、医院和低风险隔离及治疗中心，病床使用率都提高了。在加护病床使用率方面，除了柔佛州，吉隆坡和吉兰丹的病床使用率也在50%或以上。至于普通病床，有十个州属和联邦直辖区，包括布城、吉隆坡、波里市、吉兰丹、彭亨、霹雳、柔佛、槟城和沙巴，使用率占一半或以上，最高的是雪兰莪，高达95%。